昕她的中性风格不仅吸引了大批普通粉丝，也让一些女明星对她格外喜爱，想像刘雨昕一样穿出这种雌雄难辨的帅气气场，并且和易烊千玺撞衫也丝毫不输吗？她和易烊千玺撞衫的这一套穿搭是一套灰色西装风衣外套，并且采用了时下比较流行的格纹元素，当然格纹元素也采用了暗纹设计，不然会破坏整体的气场。只不过它搭配了一件酒红色高领内衬，搭配中性风的短发更显帅气干练。这一套格纹风衣外套采用了拼接设计，而且借鉴了工装风搭配，本身就是很有男性风格的一件单品，再加上隔断设计，让这款风衣看起来更有层次感。它搭配了一款配套的高腰长裤，将酒红色内衬扎在高腰长裤中，更加凸显它苗条的腰身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